太早了吧？你看，这半个乐队还没开始呢，好无聊哦。那你可以听听音乐，听听手机里面的歌。听腻了，不想听了。你可以试一试这款软件，它的音乐功能肯定能够满足你。信电台是一款颠覆传统音乐搜索模式的新型智能电台，用自然语言描述式搜索，可以通过心情、风格、乐器等各种途径描述你想听的音乐，信电台就能挑选最适合的音乐给你。同时在主流社交网站同步好友，可以让你和朋友边听歌边聊天，共享美好音乐，让你和朋友天涯共此时。哇，好强大的软件，让我来试试看。我想要轻快的吉他音乐。哇，好有型，好帅啊。切，他有什么的，我也会。你得了吧，你拿这干嘛？你看，我是鼓手，一款古典模拟应用，可以让你模拟真实的鼓，享受击鼓的乐趣。工具的设计十分逼真，单单一个鼓面点在不同的地方上，出来的声音也会有所不同。更可以在画面上以扫屏的方式连续击鼓，玩界可以自行创建节拍，令工具自行循环播放，让你成为一个真正的鼓手。哇，好，给我试一下。不看别人打鼓啦。是什么歌曲？赵鹏的老情人。这你也知道啊？这很简单，看看。音乐的手，一款超快的音乐识别软件，它能在4秒内找到扬声器正在播放的歌曲。你可以唱出或哼出部分旋律，让音乐猎手猜猜看，它会帮你找出萦绕在你脑海的曲子。同时开拓性的音乐探索，交友网站及时分享，瞬时的歌词歌手资料等功能，一定会让你成为真正的音乐达人。哎，原来你用这个软件啊。